生命呢，伊讲有一边呢，伊甲伊太太伫这个，这个刚是全脸嘛，啊，去全脸时呢，那就买这养乐多，买养乐多，啊，买养乐多时阵呢，两摊一直订嘛，要订啥？订日期啦，啊，为什么要订日期？日期那是愈后边的，这个物件愈袂歹，较慢歹，会当听较久啊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太太在订的时阵呢，先生站在边啊看，伊个呐，伊个就歹势啊，因为边啊有人在等嘛。啊，看伊太太在那订的，伊个就歹势，就歹势。所以有一天回来就跟太太讲，讲你讲吼，你若果去买物件时阵吼，干袂当拜托者，你去看倒一项，你去看看。是家的事当，那就跟那点定，那点定嘛，哦，哎呀，跟太太讲，哎，太太这个事情在怎讲嘛？原来天师呢，因为伊这个动作，感觉真不舒服，所以太太就跟天师讲嘛，伊讲，我会安尼定，其实嘛是为了咱好啦，为了咱好啦，为了咱的囡仔好啦，哦，咱的囡仔食这物件呢。我时间也是紧较后壁，物件较袂歹，较袂歹，咱就囡仔食了较袂歹个做，哦。啊，所以伊当这个原因甲讲出来了，因先生会当理解，哦，原来太太嘛是为了家庭好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因本来若无讲出来了，先生对太太这块个行为有误解，哦，有误解。但是呢，如果先生若是无讲出来呢？对太太呢，伊块态度也是无好的时阵呢，太太嘛对先生误解，哦，也是产生这个无好的行为出来。所以当家庭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阵呢，第一咱来先了解，然后呢，咱来善解，哦，咱来善解，哦，安尼这个误会才有可能会当哪，会当化解，才能化解。所以，若无讲出来呢，这个问题永远存在。哦，这个问题若存在呢，一天会比一天呢较侪。本来是小问题，慢慢累积，会变成大问题。哦，啊，变成啊无可挽救的问题。哦，啊，安尼就可惜了。哦，安尼就崩溃。所以，咱过来咱看这个亲子啦，吼，爸仔囝，吼，母仔囝之间嘞，定定捌看过问题啊，吼，沟通不良，啊，沟通不良，咱有囡仔举手一下，看不，哦，比较少啦，吼，这个亲子问题啊，亲子问题比起。伊呐，咧细汉哦，咧三岁以下，这种种较好顾。哦，你呐，伊呐，若甲咱甲国小去比，是不是国标吼？这个问题较大。哦，这个那些沟通不良，只要一个影片呢，咱来看下。红囡仔，孩子，我该怎么跟你相处？
摸那个滑鼠板。 这是这个亲子问题啦，亲子问题哦，这个沟通不了。啊，为什么他沟通不了？因为咱大部分拢是咱大人讲，讲囡仔听尔，咱拢无咧听囡仔讲。啊，所以拢咱大人咧讲的时阵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囡仔到底有听你，无听你，咱嘛唔知。啊，囡仔有当时啊有伊的习惯。 有伊的意见的，咱嘛是爱有机会互伊啊，会当表达。咱才了解，咱才会当了解讲啊囡仔到底是为虾米伊太安尼个对。有当时在做这件代志，有伊的原因伫遐，哦，有可能伫学校咧去互同学来欺负，所以呢，伊才啊，伊才会出手，哦，或者是讲安怎对。所以沟通，虾米叫做沟通啊？沟通毋是干咱讲互囡仔听。 即个有效的沟通是爱双向，哦，咱讲互囡仔听，咱嘛爱听囡仔讲。哦，即个沟通则是有效。啊，即个沟通毋是干那样，为啥？毋是用伫咱甲子女之间、翁仔某之间即个沟通嘛是有效。翁仔某呢爱定来沟通，兄弟之间嘛爱定来沟通，朋友之间嘛爱定来沟通，大家是有嘛爱沟通，所以即个沟通有重要，沟通最重要。 一个家庭内底呢，若拢无啥咧讲话，即个问题拢就大。拢无啥咧讲话啦，即个问题拢就大。话若讲出来，不管是好听话还是歹听话，从起码即个话若讲出来，咱知影彼此之间的想法、心内有啥物款的一个想法，咱会当了解。但是呢，若拢有要讲话的时阵，即个家庭一定会出现即个问题，啊、哦，一定会出现即个问题。 搁一个就讲嘛，所以他做一套，啊，啥物叫做所以他做一套？咱即摆囡仔渐渐个大汉了呢，咱即摆拢大家拢个手机啊，吼，是不是？啊，囡仔拢就爱耍手机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囡仔渐渐大汉了呢，你要互伊手机啊，是咩物手机啊？咱认为囡仔大汉互伊手机啊是。 应该请假出去，有啊，有啦，有以为囡仔大汉会用手机啊，应该啦，你认为囡仔大汉会用手机啊，无应该请假出去？哇，咱无假手的是安那？是爱互伊个，卖互伊。不是啦，囡仔都以为伊想爱互伊。囡仔，伊若大汉有需要，就爱互伊。 对啦，啊，但是这个需要，最歹讲哦，这个需要到底是啥物款叫做需要？伊是有敲电话的需要，或者是要耍手机啊，要耍电动的需要，这个部分咱大人爱去了解，啊，爱去了解。啊，比如讲咱，咱拢会听真侪专家在讲哦，囡仔毋通伤细汉用手机啊。 甚至呢，囡仔咧读册呢，即、这个学生呢，毋通互伊耍手机啊，耍了习惯。所以呢，
伊那有手机啊，敲电话啦，但是呢，咱来讲吼，你手机啊，唔通伫遐耍，伫遐耍，哦，唔通闲有时间呢，就手机伫遐看一下，哦，伫遐耍一下，甚至咧食饭的时阵呢，咱食饭咱耍手机啊，即款的现象就侪，哦，但是呢，咱甲囡仔咧限制，伊个咱大人咧食饭的时阵呢，手机啊伫遐比，伫遐耍，伫遐背，敢无？就这大人拢是安尼，这叫说一套做一套，哦。那你讲大人要好好教囡仔呢，不要那再当好好教囡仔，爱以身作则。哦，咱唔通讲叫囡仔袂使做这款代志啊，叫咱家己去做，安尼就无好。哦，我们是，啊，你囡仔要用手机啊嘛，唔是讲袂使，但是呢，这个用手机啊，咱来真慎重。哦，这个慎重就讲哦，你也跟伊沟通嘛，好，什么事？什么时阵你会当用？哦，那么用的时间呢？咱卖超过外久的时间，爱讲莫清楚。哦，那么如果伊若无要遵守的时阵呢？咱就利益从伊那从伊收起，从伊收起。唔管是甚么款的情景，对啦，唔管是甚么款的经营之下的管理，哦，这件代志若无管理呢，伊拢会安那，拢会产生了问题。但是若有管理，有合理的一个管理呢，一个好工具伊毋是无好。啊，手机啊伊也毋是啥物歹啊，对毋对？但是你若无好啊管理呢，伊会害一个囡仔。但是你若管理了好，你沟通了好，即个手机啊就袂害一个囡仔。甚至讲即摆囡仔拢出外，读册出外的时阵，有真侪代志，吼，若要甲厝内底联络，哎呀，爱倒电话。即摆你外口要找公共电话，有啦，但就少。哦，公共电话就少。啊，甚至呢，公共电话你要找伊找袂到，你要找伊找袂到哦。你若有手机啊，互伊呢，你要找伊呢，会较好找一点。嗯。较好找一点啊，伊只要你卖关机啊，你若有关机，你就找无。啊。所以一个好的工具，咱来当运用。哎呀，运用。啊，所以这个亲子之间。啊，时常出现的问题，沟通不良，啊，甲讲一套做一套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做大人的爱体谅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解决的问题就讲以身作则，啊，咱多沟通，多陪伴，啊，这个亲子之间这款的问题得到改善，啊，得到改善。那么，再来大家辛苦的问题。有甲大家新啊，有甲，然后大家新妇大社会，敢无举手一下？拢无吼，啊，所以今仔做者拢是小家庭。大家新妇大社会，大社会，啊，咱大家新妇无啥问题啦吼，啊，咱靠拍下嘴吼。这个时代，大家新妇咧无问题咧，无论种原因啦，无论种原因啦。一个就是娶到好媳妇，一个呢就拄到着好东家，吼、哦，敢是？吼、哦，就你欠一项袂使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欠一项袂使。然后有一句有一条歌咧讲，讲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吼、哦，大家媳妇拢是啥？拢是夫人，吼、哦，拢是走人，吼、哦，啊。其实一个家庭内底呢，大家辛苦呢是上在辛苦，啊，我随便两句讲是安尼啊。大家辛苦就等于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同款 ，CEO 同款，因为大家辛苦，伊是要换这间这个家庭吼、哦。咱先生，哦，咱后生，咱先生呢，咱出外去打拼去赚钱，但是厝内底囡仔大大细细大部分拢是安那。拢是太太在甲你发落，在甲你照，等于伊是咧换这个家啊，哦，啊大家媳妇咧，等于啥？大家将这个责任交互媳妇，将这个媳妇，其实因两个人的关系咧是，即恶名就对啦，哦，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咧，应该是安那爱，讲应该爱紧热就对啦，哦，因为伊太高阶嘛。有很多事情要傳承，
第二点，我就得印证呢，爱安那爱传承到新妇嘛。所以啊、这个大家新妇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伫个足侪家庭内底呢，拢会发生，哦，拢会发生啦，哦。啊，接着影片哦，咱看一下啊。系统，就咱系统。